最后，那可能那的那些主人先怕先慌，安尼呀，因为那些没心跳的那个那不听过，安尼呀，外部天人准备上心的因为那，全部都是安尼呀，那怕一说不啊，你不跟那不啊，可能因为那全部因，对吗？你那不是给他放的那东西啊？那你说的错呢？你弄别的那张砖，俺们准备起来了，你爸，什么呢？准备了房子，你爸那都来吧，阿哥是那个俺们贵妇呢。你砖呢？等你砖地是公款，俺老李懂。就你砖不呢？俺们到了话，地是公款，俺老李保守呢。就房子你来那些来过路路嘞，不路得紧，得堵着你了吧？因为那不听你那路子的，我这个没读音，状态呀不听罗林，因为你讲有听多了呢。不听你那路子的，我们才能买回来了。看那砖路，把砖当成粗石头用着嘞，弄来泥嘞，弄泥呀，他磨不烂。啊，不听那砖，啊，你们都再来，你们放来那个砖，不听你那个说呀。阿弟听的嘛，阿个说听难，阿听你的那些话，你呀，阿不通那串，把那么熟呐，俺懂得住，阿听罗归那的，跟人把一说，可是那些呐，俺做不得听难，你说的呢？阿听这边那些串嘿，全部拿这个的，那趁你嘛，把别的，别的拢归你。我天雷不跟他骂回来天雷老高安尼我来跟他说他不是把阴天把天的做我那我的爸爸说我都不能去吃完了就是他们能把什么说话的那你把天做我那你老师好不